是昨天买东西。你什么？嗯。问什么东西？问你啊，你包包的什么东西？你应该吧。洗剂啊。洗剂啊。那不是东西啊，你拿去液化验明机。啊。还是你拿洗剂去？没有啊。不会吧？那如果有东西，有东西的话，这也修。啊。分手于2012年2月24日。接获黄姓及廖姓男子报案指称，在本辖新潭路一段见面交付债务欠款时，遭两名男子持枪抢劫，那一共损失约新台币6万元那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调阅间隙追查，锁定高姓及许姓男子涉有重嫌，那同步报请台北地检检察官指挥侦办。于隔日立即弃获两名犯嫌并起获作案用的改造手枪及部分赃款及毒品等证物那两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且涉犯重罪，有逃亡之余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获准那后续本分局员警在勘查采证两名犯嫌手机时发现两名犯嫌于案发前与廖自称被害人是廖姓男子及他的配偶徐姓女子于案发前早已有诸多联系且徐等之间的供词互有诸多矛盾，那研判因为黑吃黑案之导致黑吃黑案件那后续经由检察官指挥于3月14日持拘票及搜索票再到廖姓男子住家弃获廖姓男子及其配偶到案，那现场起获作案联系用的手机以及毒品等证物那后续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强盗罪嫌以请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